那个，行吧，那莲哥上道具吧。上啥道具啊？我觉得吧，在台上举杠铃有点危险，所以就准备点加长的东西。是举的，是拎的呀？那东西啊？你可以举，可以拎。我觉得你吧，两个都够呛。你别说够呛，上试试。啊，那行，来，莲哥把姑娘准备的道具拿上来啊。太简单了。你这好像不是考验小伙，你是考验莲儿哥呢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怕一会儿把莲儿哥累过去。加油，莲儿哥，对不住你。啊，还有没有啦？没了。我觉得咱假设个情境，你说是不是，姑娘？过年前了，俩人要上，哎，你上你爸你妈那串门，所有的这些米面油啥的，你必须得一次性扛着，然后才能进门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老丈人一看这姑爷，呵呵，让我回家，我不录了。你咋老丈人都不看了？不看了，不看这我。住这么长时间，看老丈人就因为扛这些东西不看了？看老丈人不拿这个呀？看拿啥呀？拿银行卡。现在就老丈人就想看你体力咋样呢？反正能看，能不能上去不知道。你看你们仨谁先来呀？我来，我。一般大手子。不对，你来吧，一般大手都后出场，你来吧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小心啊，腰使劲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好，回来吧，好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能不能忍得住了？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老爷们儿，这个老爷们儿样吗？举得起来，你看这活儿，来吧，啊，国庆叫嚣的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一年加起来的东西没有这鞋这么沉。问题是，人家给老丈人还买一桶油呢，人家一口气人俩老丈人全送上去了，你还差桶油呢。我腿短夹不住紧倒腾，我都倒了两趟。来，那个姑娘觉得咋样？我觉得呀，我这啥，我胳膊短，够不着，要我也能拎着。你可得了吧，那腿折的都要折了。谢谢啊，谢谢三位小伙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咱要吃我敬你，我希望你以后少往台上上，因为啥？本身你的腿就不咋好，是不是？你走那两步道，我现在从你走那两步道，你都有点坐病了。再一个，你说你能给老丈人说拿银行卡，你那银行卡咱说都不够你看病的，你给人拿什么玩意儿？对于男孩的力量是有要求的，是吗？对，我都能干的，你不能干，那我要你干啥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短片。回来我们继续聊。2013年，我遇见了那个我决定共度余生的人，我们幸福的恋爱结婚了，也幸福的有了我们可爱的孩子。可不幸却在2年前发生了，在孩子刚刚21个月的时候，我的前夫突发疾病去世了，我的世界也彻底崩塌了。哎呀，就这段的呀，真好。哎，我儿子真棒，真聪明。哎呀真好，真好。哎，大宝贝。这个呢？奶奶。这个呢？爷爷。这个呢？奶奶。这个是爸爸吗？哎，是谁？是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不要爸爸。可这个爸爸。可这个。我儿子对他爸爸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孩子还小不记事儿，现在只能通过画报上认识爸爸两个字。这是丧台呢，也希望能找一个对的人吧。
四号面包哥。美女你好，我就是一直不太理解，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汗的，就是但是刚才看完以后可能真是感觉挺心酸挺不容易的。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你可以适当的学着做小女人一点，看见你就像看见兄弟似的，有点可能没有那个感觉，就是感觉还是不太合适，只能挺你到这儿。谢谢。他说的这个话以前有别的男孩跟你说过吗？有呀，基本上很多都是奔着暧昧的关系去处的，然后处到最后都成了哥们儿，而且特别好，就是一点想法都没有。可能是我性格吧，都说我是纯爷们儿。你之前就这样吗？之前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，老公走了之后是吗？没办法呀。你爱人在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大事小事都他管，就像什么换灯泡啊，换水啊，这种事根本都轮不到我，我连饭都不做。那这曲儿能换一个不？太悲了。快给换一个，一会儿眼泪出来了，多丢人呢。快给换一个。那你之所以到健身房喜欢撸铁，也是因为这个吗？释放压力，然后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能快一点去忘记这件事。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儿，那触动你走上这个舞台了呢？我妈一直想说让我找一个那个跟我一起分担，然后可能是自己走不出来吧。那我觉得其实韩思浩其实可以适应，可以过一个过程。你从原来被宠溺，现在变得足够坚强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再找回自己之前的柔软，这样爱情才会来。是的。好，我会听的。对对对对，哈，我很坚持。加油，好吗？掌声送给思浩。